看到我们今天穿到江，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要吃什么，对不对？听说这间印度餐非常出名，也是非常好吃的，对吗？是咯，远远看起来它像个吧，其实在它里面哦，有很好吃的印度餐嘞。OK， 这样我们去试试吧。好。OK， 我们今天有这一个哦，Ayam Goreng Kerembap， 啊，这个是他们用香料炸过的这个鸡块哦，啊，还有我们的 Lamb Baruwal， 你有吃过 Lamb Baruwal 吗？没有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扯下去哦，跟你讲，整个牙里面有一个羊肉，你吃真的吗？真的，原来真的这么好吃，这个就是鸡啊 ，Ayam Baruwal， 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印度人炒。他们的方式哦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 biryani rice 啦， okay. 啊，这个我们今天有一个 ayam biryani， 我们今天也有一个 lamb biryani， 啊，当然一定要配合我们的这一个 papa 的。好的。好。那我们现在要尝，啊，现在就去试一下了。嗯，香好棒。没有，这个。